从于无始，以至今生，毁坏三宝，作一禅题，放大成经，断学般若，施害父母，出佛身学，无生伽蓝，破他蕃横，焚毁塔寺，盗用商物，起诸邪见，薄无因果，侠尽恶友，违背良师，自作教他，见闻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故欲今日生大惭愧，克诚披露，求哀忏悔，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放尽光明，照出我身，诸恶消灭，三障专除，福本心源，究竟清净。往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南无历代祖师菩萨摩诃萨。一心恳请三宝临，为此法会转法轮，普愿见闻增福慧，障消愿满悟无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呢，我们讲到那个佛问这个须菩提啊，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微尘多不多啊？这个微尘呢，是那个看不到的，最小的微尘呢是肉眼看不到的，在佛教说啊叫临虚尘。那么也可以说啊，把这个尘呢，把这个一切的物质啊分到无可再分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种的元素，就类似今天我们讲的什么原子啊、电子啊、分子啊、质子啊等等，就是那个元素啊，无可再分了。那么这个世界呢，是有那些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就等于啊那个很多的微尘可以啊组成一个小小的泥沙，这个小小的泥沙呢，很多的泥沙呢，又可以啊形成一个石头，很多的石头成为一个山啊，很多的土地，很多的山等等啊，那么成为一个世界啊。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物质方面的世界，这个气世界，气就是器皿啊，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子的啊，气世界。那么世界呢，有这个物质的世间、气世间，那么也可以说是无情的世间。那么除了无情的世间呢，也有这个有情的世间。有情的就是我们人，四大五蕴
所组成的。啊，我们的身体啊是四大所做的，心灵方面呢是有五蕴所成啊，四大五蕴所成的世界。那么这个气世界，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原生的啊。那么有情的世间，啊，又怎么样呢？四大五蕴也是那个原生的。那我们凡夫是如此，佛、圣人，甚至佛，是不是又不是一样的呢？是特别的，不是原生的呢？佛的身体啊，变现出来这个身体，它也是，就算它是佛，但是凡有形象的东西啊，它都是虚妄。为什么说虚妄呢？因为它也是原生原灭的东西，所以啊，也说它是假的、虚妄的。所以从这个气世间啊，如此，佛啊就怕众生啊以为啊佛就有什么特别了，证到佛果的时候呢啊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呢跟着他又问这个须菩提啊，语意云何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呢？意下如何呢？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能不能够用了三十二相来见这个如来呢？来见到这个佛呢？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啊。三十二相呢，一一的说呢，就很多了啊。这个头顶啊，有一个肉髻啊，眉中间有个白毫相，这个眉毛啊，有个鼻子，有嘴巴啊，等等啊，它都有个相，但是它的相呢是圆满的，跟我们凡夫的不一样啊，因为它福报比我们凡夫好，但是还是有眼睛，有鼻子啊，有眉毛，有嘴巴。那么从顶上的肉髻，肉髻呢也叫无间顶相，无间顶呢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看到佛的顶，佛的时候啊是丈六金身啊，蛮高大的。那么假如有一个人呢他丈七，那么他看到的佛呢就是丈八啊，他永远看不到佛的顶啊，所以叫无间顶相啊，就是那个肉髻，一直到脚底下有个足安平相啊。那么总共有三十二个相，所以他过去啊修福啊修出来的，所谓啊三其众相好。三其修福慧，百劫众相好，修了很多一百个大劫啊，修这个相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啊，他的相貌一定要很有福报，很圆满，那么才令啊这个众生啊看到他啊生个恭敬的心。那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地球上面呢，是现出这么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三十二相刚才说了，就有眉毛啊、眼睛啊等等，三十二种，八十种随行好，随行好啊，是随着他的形貌，随着他的相貌来的那种的圆满，那种的好啊。比如说他有眉毛啊，我们凡夫呢，没有福报的人呢，眉毛很粗很短。有鼻子，鼻子塌，鼻子不高，或者太高啊，等等都是不是好。那佛呢，他有三十二相，每一相呢都随着这个相啊，随形好，随着他的形态呢，有种种的好啊，眉毛啊修长的啊，面貌啊是饱满的啊，等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但是那是我们人在人间他现这么一个相啊，
那然后他到天上去呢，天上的人看呢又不一样了，他的相呢又比人间的好很多了，因为假如他到天上去，也现出现在我们在凡夫在这个地球上面现出那么一个相呢，在天上的人呢就看不起他，因为天上的人呢的福报比人间好很多所以他的相貌一定比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个32相啊好很多。所以佛假如同样现出同样的相到天上去呢，天人就不恭敬他了。所以可知呢，佛的相也是随缘的，随着在人间的缘，他就现出个人间最好的、最有福报的相，就是这样子。在天上呢，他就会现出某一个成天上面的天人最有福报的相，来给那成的天的人看。所以啊，他的相啊，32相、8世中随行好等等啊，也是随缘而变，不同的因缘。它就不一样，也是原生的。所以佛就问这个须菩提啊，于意云何？你意下如何呢？可以32相见如来否？能够用个32相来见如来吗？凡是有32相的人，都是如来吗？都是佛吗？佛也，世尊，不可以的。须菩提说，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你不可，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32相来见到如来？因为32相也是一个假的相，这原生的相，在人间是一个样子，在天上一个样子，每一层天，它现出的样子呢也不一样的。那么它也是原生的，有种种的因缘凑成了，就有一个佛身这样像，有眼睛，有眉毛。有这个手，有脚，有身体，手有10个手指，脚有10个脚趾，等等也是种种的缘呢，凑起来就变成佛这么一个身体，在每一层天、每一个世界里面呢，佛都用那个世界、那个天或者那个人间的最美好的相现出来所以也是原生的，不一定的，没有一定的相，所以佛也，世尊呢？须菩提说不可以这个32相得见如来，因为32相呢也是个幻的相。所谓幻呢，并不是玩魔术这样子幻变，幻呢就是说，它短暂的时间存在，它不是实在的样子所以叫它幻，幻就不是真的，真的相呢是什么？反正真的东西我们说过了就是一。是常，是一的，是常的，是自主的，那叫真的。一就是唯一的常只有这么一个相，那就是实相。常就常常不变的，在人间如是，天上也是如是，不变的。还有自主的性，独立的性。它是不靠其他的因缘而现出来的，靠其他的因缘现出来的，那就是那个相，并不是说它的本质，并不是说它的实体，所以呢，须菩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何以故呢？他如来说32相就是非相，如来说这个32相就是非相，非相呢？就是不是它的实体不是它的实质不是它的本体32相呢是假的相，原生的相是有为法所以龙树菩萨说一切有为法，我说这是空，有为法，这是非相。那是空，32相是有为法，有为法呢就不是一的，不是常的，不是自主的，所以这个32相是原生的相，所以
我说他的相啊，这个所谓三十二相啊是空的相，这是非相，非相是绝对空，真空，但是它有个妙有在里面。所以呢，二谛圆通的来讲呢，那个真谛熟谛，三十二相那个熟谛，这是非相，就是空相，是真谛。那么不着那个空那边，也不着有相那边，二谛圆通，二谛圆融，真谛假谛，熟谛圆通，这么来说呢，以中道义来说，是名三十二相。佛又问须菩提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假如有个善男子或善女人，我们讲过了，善男子、善女人的定义啊，就是持戒修福的男子或者女人，他用这个恒河沙等生命来布施。刚才说那个三十二相就是我们的身，佛的身是个身，凡夫的身也是身，佛有这个三十二相，凡夫其实也有三十二相，但是我们的相啊是不是那么圆满的啊？那么用这个恒河沙那么多的有相的生命去布施，用这个六尘的东西啊，吃的、用的、穿的、金银财宝等布施呢，那叫外财。用我们的身体去布施啊，叫内财啊。用外财来布施，刚才之前说过，以恒河沙等啊这个七宝来布施啊，那是用这个外财来布施。现在用这个内财，用我们的身体去布施啊，那么内财，用内财来布施啊，这个功德啊，又比这个身外之物啊，用这个身外的东西来布施的功德，当然要来的大了。所以佛就问须菩提啊，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以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啊，那么我们凡夫是做不到的啊，只有这个大的菩萨佛才能够化身无数来布施啊。那么就算有个菩萨啊，他用这个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我们的生命啊，布施完了就没有了，要几十年后来，来生才有机会来布施了。那么，假如你有这样的大神通啊，用这个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啊，那么，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持福甚多。那么，他又是一次用这个生命来布施，跟用这个四句偈来布施的功德来做比较啊。那么先说这个弥勒菩萨的颂，他说：“施命如沙数啊，你所施出去的生命啊，好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数。人天业转生啊，那么在这个人天当中呢，你得到的业啊，越来越深。”我们说业呢不是一定是不好的，有善业有恶业，你作恶的话是做这个恶业。现在只要你用生命来布施啊，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啊，那么你的善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了。当然啊，持愿菩提相，那么有这么多的业啊，这个业反而能够掩盖着你的菩提相，菩提啊就是觉相，掩盖住你的觉性，掩盖着你的智慧啊，你反而着了这个相了，这个福大业大啊，那么你被这个福报啊所掩盖着你的智慧啊，你智慧越来越大，这个福报越来越大。这个善业越来越大呢，反而呢掩盖了你的菩提相啊。
菩提的觉道，这个智慧啊，法显不出来了。而天上的乌云呢、啊，那块乌云呢、啊、越来越厚，越来越黑啊，就把这个月亮啊，把它盖住了，令你的智慧啊显不出来了啊，因为你啊着了那个相啊，能障涅槃身心呢、啊，涅槃就不生不灭啊、哦，你觉得这个福报很多啊。那么你的反而忘记了我们的本性啊，啊，我们真心呢、啊、是涅槃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缘生缘灭，那个就是有福报的相，福报生福报灭啊。银行里面有1000万，用了，剩下几百万呢啊，几十万呢，几万呢，几块钱呢，甚至啊，所以那个是有生有灭，有多有小的。涅槃心呢，就是你的真心，真心呢是那个涅槃的真心呢，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无为法，就刚才说之前说的是一，是常，是自主的，不是原生原灭的、啊、那么反而呢你福报大了，就盖住你的真如的本性，这个一常自主的性啊就显不出来了。猿猴探水曰，就好像怎么样呢，这个猴子啊坐船啊，他看到水里面有个月亮啊，他以为那是真的月亮，他就去啊俯下身子去捞这个月，不小心的掉到这个水里面淹死了。嗯，猿猴探水曰啊，他着了这个月亮的相啊，这个月水月的相呢也是原生的相嘛，因为天上有这个月亮有这个水啊，所以他就在水面上现出这个月亮的形状出来，所以猿猴啊探水月，他不知道那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波荡石花针，波荡啊就是一种的植物，带有很多这个细的尖刺，好像针一样的，所以呢，假如你丢了一个绣花针在这种的、啊、草上面，那个树上面呢、啊、混在一起啊，你很难去找到那个花针出来啊，这不是表示你被这个虚假的东西 啊混在一起，所以你分不清楚什么叫针什么叫假了。就好像那个有刺的啊丛林里面呢、啊、去找回一颗针那么难啊，因为你福报太大了，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只种这个人天的福报，反而呢你找不到那个针的真心了。爱河浮更没，你在这个爱河里面呢浮起来有阵子又没下去沉下去啊，因为你爱那个福报，爱那种境界啊，爱那种的享受、啊、爱这个男女，爱食、啊、这个食物、啊、美味等等啊，所以的在爱河里面呢又浮起来，有时候稍微清醒一点就浮起来啊，上在人天当中啊，有时候就没下去沉下去了、啊、苦海出凡尘了，所以啊就不能够啊在这个苦海里面呢、啊、苦海啊出来了又沉下去了，因为什么，你种的福啊是有漏的福啊，你用这个纵然你用这个生命来布施，得到这个善业很大啊，这个福报很大，但是呢因为它不是无漏的啊那个善业啊，所以呢反而呢令你啊在这个苦海里面呢 啊出不来啊。那么若福有人，假如有人呢、啊、他不用这个外财来布施，金银珠宝七宝等来布施，他不用，也不用那个内财，用自己的生命身体来布施，他只是在这个金刚经当中啊，欲持经众啊，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他能够啊受持啊，受持呢就是心里面接受它，
能够三体力行，持啊，受之于心，持之于身啊，依着那个《金刚经》所说的道理去做啊，不用整部《金刚经》，那就短短的四句偈那个道理啊，四句偈那么短的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道理去做啊。那么受持之前我也说过了，有这个弘忍两个意思，受持都表示你要包括你自己接受它，能够三体力行，也要弘扬它，以这个弘扬这个金刚经为指认，所弘忍有这么自己受持也能够弘忍啊，弘扬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以这个弘扬金刚经的啊道理的作为事业啊，为他人说啊，为其他的人呢、啊、解说那个金刚经啊，其福甚多，他的福报啊啊，要比这个用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来布施那个人呢、啊，啊的福报还要多。那么这里啊，还是说这个福啊，福报要有多少来说呢？啊，是有，不是那个无为的法，还是有为的法，还是有多有小啊？因为上文也说啊，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啊，这法是到彼岸的法，你到了彼岸就把它放下了啊。这个船呢，就木筏就把它这个船要放下了，何况那个不是法的东西呢？啊，不是佛法的东西呢？啊，所以呢，这个手指四句偈等，假如你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啊明白。但是你还着这个法相，还有这么一个法啊，那么这个功德当然很大，但是呢，其福甚多。但是这个持福啊来说呢，还是讲那个福德啊有多有小的问题，还不是说的性啊。那么弥勒菩萨啊解释那个几句偈的啊几句经文呢，他说经中持四句。在《金刚经》里面呢，你持四句的偈啊，应当不离身呢、啊。常常不离身，就表示不离心啊。受之于心，持之于身嘛。不离身，就常常念诵它，常常不离啊。在生活中啊，你身体也在生活中啊，不忘记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常常用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啊啊来啊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所以说应当不离身。愚人看是梦，这愚痴的人呢，看起来呢好像假的，不是真的啊，好像没有什么功德啊，好像梦一样啊。但是智者见为真呢、啊，这个有智慧的人呢，知道啊，这才是那个真的功德，用这个六尘的东西来布施。啊，甚至用这个生命来布施啊，也不是真的。真的功德呢，是要用这个四句偈，《金刚经》的四句偈啊，来三体力行，为他人说啊，受之于心，持之于身，那才是这个真的功德。法性无前后，这个法性啊。说它的本质来说呢，这个法性没有前没有后啊，做这个功德啊，现在有功德呢，还是未来有功德呢？现在未来都有功德，甚至啊之前也有功德，因为你没有之前没有种这个功德，今生你就不会碰到金刚经，不会碰到金刚经，你就不能用这个金刚经来布施啊，所以法性啊无前后。啊，这个真实的功德的性啊，它没有前后啊，就是不变的，没有这个实践性的，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是全部啊。我求现在的福，我求未来的福，啊，你都有相，
我有相要求现生的福，或者我有相的我求来生的福、啊、那么没有前生又怎么样会有今生呢？没有今生也不会有来生，所以时间来说呢，你不执着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全体一念不生全体现，不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心呢，就全部，这全部就很大了。就是说我只是现在的福很小，我只是未来的福，求未来的福也很小、啊、那么不着那个现在过去未来的相呢、啊、那是得到那个福报的全部、啊、那就很大了、啊、是绝对的大。所以法性啊，无前后，无众废故心呢、啊无前后呢、在那个空的性里面呢，它也没有故，故就是旧的，也没有心、我刚才说我只是现在有这个功德，现在读到金刚经有这个功德，你过去不读金刚经，过去不种善根，也就没有 今天的功德，没有今天的善根。你今天不读这个金刚经，不受持这个金刚经，也没有未来这个功德。所以它是前后，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这凡夫啊，我们的逻辑就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时间方面就有过去现在未来，方位方面呢就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以佛法来说，那个真性来说，它也没有前后左右上下，也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法性啊，废故心啊，这全体大用啊，这佛性啊，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啊。这个有相的功德呢，啊，它是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无相的功德呢，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一体的啊。所以假如你用这个金刚经、就是说、来超度、很多人说要超度、那么你只是超度现生的父母、超度未来的父母、你可以用金刚经道理、超度那个过去无量劫的父母，过去现在未来的父母亲眷众生、都能够超度、所以那就是、合乎这个自性的功德。自性的功德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东南西北上下、所以法性无前后啊，无众废故心、这个无这个空的心里面呢，它没有这个故，就是旧的，也没有新的。运空无实法，这个五蕴皆空啊，我们读心经的知道五蕴皆空，它没有实法，这空的性里面呢，它没有一个、一个相，它没有实这个实在的相，它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蓬何见有人呢？这个五蕴都是幻的，原生原灭的，是个虚幻的。那么凭什么见到有人呢？有人有我就有人呢，就是有个人呢，恒河沙那么多的山底来布施，所以他就说。运空无实法，凭何见有人呢？根本那个能够用身体布施啊，恒河沙那么多身体的身体来布施啊，也是假的，没有所谓的有这么一个人啊，都是空的，都是空的，空性里面呢没并没有真的有一个人能够用那么多的身体来布施，所以呢。就是说里面不见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布施的人
也没有能够看到有这个所布施的身体接受他布施那个众生，也没有，所以三轮体空讲那个没有布施的我，也没有布施受我布施的人，也没有受我布施的所布施的法，所以叫三轮体空，所以运空无实法，平和见有人呢？那么这个白话文的翻译我们就先 不看了啊。那么这个世界围城等等啊，我们说过了啊。那么三十二相呢，佛有三十二种的相好，令到众生见到他呢，是起这个仰慕恭敬的心，以生命布施，就是以身心投入作为护持般若法门的布施，以七宝等布施呢为外财的布施，以生命做布施呢是以内财做布施。庄子说啊，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我们身体啊是假的，生者寄也，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像寄书，我们读书啊，the boarding school 啊，寄书在学校，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啊，寄生在这个世界上，短短几十年而已，死者归也啊，死去了就好像回到故乡了，回去了一样。庄子啊，他还说那是还是有漏的啊，没有佛法那么圆融啊。那佛法来说呢，它没有一个生，也没有一个死啊。庄子呢，他是比较豁达，所以他生者寄也，死者归也，视死如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说啊，这君子之死色言啊，君子呢，就有道德的人呢、他死了就休息了当。我劳累了一生了，现在回去了，休息了，退休了。小人之死弗言，这小人的死呢，没有道德，没有这个修养的人呢，就小人呢，之死弗言，弗了就是没办法。阎罗王叫我去，我也不能不去，所以去的时候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君子呢，坦荡荡的啊，去了也好。我做了几十年人了，我现在休息一下吧。这样，所以他是庄子说的，这比我们凡夫啊扩大一些。但是呢，在佛教的成为圣人的这个标准呢，还是远，还是没到。所以我说啊，是杀身成仁者有之，有杀身成仁。把这身体不要了，为国家，为民族，为什么把身体可以不要？有的，但是没闻有成佛者，成佛的就很难，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布施的相没有忘，我用这个身体来布施给我的国家，布施给我们的民族，所以他还是有个布施的相，我牺牲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布施的相。没有忘掉，所以也是属于这个有漏啊。财施、身施，用六尘的财宝来布施，或者用自己的身体去布施，也没有忘掉那个相，还是有六尘的相，还有身体的相啊，总为有漏之因呢。因为他没有忘掉那个相，没有空掉，没有三轮体空。所以呢，还是有漏的因，所种的福纵然很大啊，但是呢，还是有漏。有漏呢，就未来是招来烦恼的。福报没错很大，但福报慢慢慢慢没有了，减少了啊，到最后没有福报了，那个时候烦恼就来了。若能知实相无相而施，假如你能够明白这个实相无相，实相呢是无为的法。实相是无相的，明白这个道理啊，来布施啊，就得到绝对大的无为的福，无为啊，就绝对的大，无为啊，
法这个依常知足的、啊、那个福报啊是大的，这个福报的实质是很大、啊、所以之前呢说以这个生命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呢，也是假如你不明白这个实相的话呢，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来明白缘生缘灭的法都是假的话，都是空的话，你还是有个有漏的因在里面，是成就这个有漏的福、啊、并没能种下那个真正的无漏的福、啊、所以六祖说啊，多则多劫啊，舍身啊，很多个大劫里把这身体啊内财把它舍了、啊、不了空意，你不明白这个原生无我的道理、啊、缘起性空的道理啊，叫妄心不除啊，所以还是有相的，还是那个妄的心。为什么妄的心？妄是假的心，以无为有，那是不是假的？缘起缘灭的相是假的，是空的，你以为它是真的，那是妄，妄心不除。没有除掉那个妄心的话，人是众生啊，也是在众生，也是众生，还没有跳出那个三界。一念持经，我人顿尽；妄念一除，言下成佛啊！一念持经，只要你能够一心不乱的来持那个《金刚经》啊，读经明白里面的道理啊，把这个我，把这个人的相啊，顿除，马上顿就马上。你读一句《金刚经》开悟了，好像六祖这样子。啊、听到一句金刚经，应无所住，发生慈心，马上听了以后呢，我人都顿尽，把这个我相把人相、啊、空掉了，马上见到那个空性了。妄想一除，把这个着在这个妄相里面的那种想法呢、啊、一除掉的话呢，言下成佛啊。言下成佛呢，是这个方便的说法。我们要知道啊，成佛啊，有自觉，有觉他，有觉恒圆满。所以这里说的啊，一念持经，我人顿尽，妄想一除的话呢，只是开悟啊，没有真正的成佛。成佛呢，要度众生。除了自觉以外呢，还要觉他，还要觉恒圆满。那小乘跟大乘的分别呢，就是小乘的人呢、啊，我们等于上班了、啊、做事情了、啊、做得很疲倦了、啊、做了一天了、啊、那么回家了、啊、回家开了冷气、啊、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很舒舒服服、哦、享受一下，不用做事情了，那就是罗汉的心态嘛。但大乘的菩萨不一样，同样是回家，回到家呢、啊、要回家拿一些东西出来，拿着吃的用的等等 啊或者拿着经书出来到外面去利益众生，那么就是菩萨的心态、啊、这罗汉的心态就是说、啊、一天所做一半呢，收工了，做完了回家享受一下了。菩萨不一样，菩萨要回家，同样是回家，回家以后他要拿东西，拿家里的家当出来去利益众生的、啊、那不一样。我们做人呢，就好像做梦一样，这个人生啊，身体啊，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白居易啊，他是也是一个居士啊，他信佛的啊，他有这么几句：他须知诸相皆非相啊，他读过《金刚经》，他知道一切的相啊，皆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住无余，却有余。住无余啊，啊，就是罗汉明白诸相非相。明白空了以后啊，他住在这个无余涅槃里面了啊，连最后个身罗汉呢、啊，
证了是果阿罗汉之后呢，那叫有余涅槃，因为它还有最后一个三体在，所以有余一还是有这么一个三体。只要他的世间的阳寿啊尽了以后啊，连这个三体都没有了啊，那么他就入这个无余的涅槃，连三体都没有了，那就入这个无余的涅槃。那么白居易说啊，若住无余却有余，假如你认为自己已经到那个无余涅槃了，那还是有这么一个法，所以啊，却有余，还是有这么一个涅槃的法，还有这个无余涅槃那个法啊。言下妄言，一时了啊！啊，你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啊，啊，虽然有说，但是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说，所以佛说法说四十九年的法，我没有说过一个字。所以说言下妄言呢，一时了啊，把这个法相也把它了了，没有了。梦中说梦两重虚啊，我们在讲经，在说法，在修行，就好像在梦里面说法修行一样啊。梦中的梦，我在梦中啊说法讲经说法，我在梦中修行啊，所以啊，两重虚是梦里的梦。是我们每个众生都一样，我们现在在做梦，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在梦里面的大说的空花佛事，水月道长啊。那么空花哪得兼求果呢？啊，空中的花，你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本来开花就结果，你空中的花它不能求得这个果的，是假的，不会有这个果。你着了这个空花的相啊，你不能求那个真实的果啊。阳焰如何更密于呢？阳焰呢，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在公路上面开车，见到远远的地方啊，有一种水汽，就太热气晒在这个公路上面，好像有一层水汽这样子啊，那个叫阳焰。所以庄子说，叫野马，野马也尘埃也、啊、也叫海市蜃楼、啊、那个阳焰就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从热气的看起来好像有水这样子，它并不是水。那么不是水呢，怎么在那个水里面找到鱼呢、啊、假的，梦中的梦、啊、色动是禅，禅是动、啊、那么你打坐把这个心停下来了，身体停下来，这个心也停下来了，那么你以为就是禅了。那么假如这样是禅的话，这个禅也是动的，因为你有动才有静，你这个静啊是从动里面来的，所以也离不开这个动。所以常常说嘛，你说真说妄，说真就因为里面有个妄，你说妄就因为里面有个真，所以才有妄，有妄才有真，有真才有妄。所以你说这个色动，把这个动的身体动的心把它收摄起来了，那就是禅了。那么这个禅呢也是动，也是 对立的。那我们说一常自主，这种的色动是禅，那个禅呢它有动有静，这不是一。有入定就有出定，也不是常。一常自主，自主呢离开那个动，并没有这个静，所以你这个动呢是离开这个，你所谓那个静呢是离开动而生出来的，所以也是原生的，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六祖啊说啊，有个卧轮禅师，那个时候卧龙禅师啊，卧轮禅师的，他常坐不卧啊，那么六祖说批评他啊。生时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啊，何来立功过呢？哎，卧龙禅师，卧轮禅师
啊，他常常一坐不倒单，坐在那边呢，不睡觉，定力很深，所以就是修那个禅的，他以为六祖就批评他，你坐的话，生来坐不卧，生的时候就坐在这边，不躺下去，死去卧不坐，死的时候睡下去了，坐不起来了，那么能坐的能卧的。都是因为你有个骨头撑着这个身体，一副臭骨头啊，何来立功过呢？臭骨头啊，它原生原灭的东西，你怎么样在这个臭的骨头里面呢立功立过呢？说它有功或者有过呢？所以啊，你打坐啊，修的是这个心，不是修那个身，不是在乎你能够坐多少个小时啊。能够修那个不倒单，不是这样子。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一般凡夫啊，这个心里面呢，这个妄念纷飞啊，身体啊乱动啊，这个身体你不做，没有禅坐的时候呢，就会犯那个杀盗淫啊。那么你坐下来的时候啊，起码啊，就收摄那个身心啊，不会。造那个罪过，所以还是要修的。那么你修修修，这个定功越来越厚的话呢，到最后连这个定也把它放下了啊，那么就可以了啊。所以啊，不动不禅不动之如如啊，你也不禅啊，禅就是常坐不卧啊，不动啊，也不在定，也不在动，也不着那个。定的相也不着那个动的相、啊、那个时候就如如常常都如如如如就不变、啊、不变不动、啊、那个叫如如、啊、假如我有定有出定有入定、啊、有打坐有不打坐那还是、啊、不是一、啊、不是无为法无为法就一常自主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十三份呢，介绍完毕。那么我就用四句话，来，简单的，说一下。节领提纲奉总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开始的时候这一份呢，十三份开始呢，佛的，我们看这个十三份开始。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尔时须菩提白佛言：“那个时候呢，须菩提就问佛啊，世尊当何名此经？”你常常说叫我们呢，弘扬这部经典，受持这个经典，弘忍这个经典，弘扬这个经典啊，以这个为我们的责任。那么，你都要按这个名字给他们，我们才能弘扬啊。才能顶戴这部经啊，所以世尊当何名此经？我们怎么样称呼这部经呢？我们怎么样顶戴这部经呢？我云何受持奉持呢？所以佛就告诉须菩提啊，我们应该把这部经啊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啊，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是佛亲口亲自为这部经安立这个名字。那本来一般来说呢，讲经讲到问这个佛怎么样受持这部经呢，这部经都已经讲完，通把这个道理讲完了以后啊，才会提到我们怎么样奉持这部经。但是这部经呢讲到这里呢还是意犹未尽啊，还没有讲完啊，所以佛还继续讲下去啊，因为道理啊很多道理啊啊，佛讲了讲了一个法，佛就把它扫掉啊。所谓什么法？这非什么法？是名什么法？又把它扫掉。那么立一个法，又扫一个法，一直扫下去，扫下去，还没有扫到最后的，连这个法相都空了。所以它还是有的讲啊。但一般的凡夫来说，我们讲到这里了，差不多啊，叫依据这个《金刚经》这样的进度来说呢，
就已经足够把我们的凡夫的那个着相的心呢，把它去掉了，所以须菩提才有此一问，怎么样，明这部经，所以我就用这个四句偈四句来把它稍微总结一下，这解领提纲奉总持啊，解领提纲，我们拿一个衣服的时候呢。我们假如拿着衣袖拿这个三围那么这个衣服提不起来的，假如我们把这个衣领一提就能够把这个衣服四平八稳的提起来。所以解领提纲，这个领衣领就是等于一个经的名字解领提纲，这纲要把这个大纲奉总持。你把这个衣领解领提纲的起起来就总持就是总持的总一切法起一切意叫总持。总持一般来说我们说咒也叫总持。总持的意思总一切的法起一切意。这叫总持，总持一般来说总持就是这个咒，一念那个咒呢，一心不乱把所有的道理都设在那个咒上面去了。那么这总持就经的名字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整部金刚经的总持所以总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是讲那个体金刚传讲它的体相用金刚我们讲那个经题的时候我们讲过了般若波罗蜜金刚是说它的体是坚，般若是说它的用智慧，金刚般若就坚明利，金刚般若是有个坚明利加个利，金刚呢实相实体是最坚，好像钻石这样子它很坚固的，你不能破坏它但是他这个金刚呢能够破坏其他的东西，就说他的体是很坚固的最坚固的是什么呢？世界上金刚是个譬喻，是最坚固的东西，不能破坏的东西就是个空，你不能破坏这个虚空。它体是很坚，它的相很明，这个体是坚固的，它的相
它的相很明，般若的相很明，就能够照明，令我们呢破我们的无明，我们无明愚痴，我们黑暗中一无所见。当你有金刚般若这个智慧了，就能够照出我们的一条路，能够照明，照一条黑暗中啊，能够照一个路给我们，能够破我们的 无明。那么它的用呢是什么呢？波罗蜜，它的用呢，就能够令我们得到彼岸。所以我们讲这个经题的时候就讲过了。所以你看，金刚般若波罗蜜，那把这个整部经的体相用都标出来了，所以呢说是那个解领提纲奉总持，你把这个经题提出来呢，就有这个坚明利的道理，这个金刚经啊的体相用都在里面了，就等于一个咒，一个总持，把整部金刚经的道理都在这个名字方面呢来表达出来了。离言说法少往次，说而无说，这个金刚般若的道理呢前文也说过了，这个佛说法49年有什么说过法没有呢？佛都说没有，所以离言说法金刚经的道理不是从文字上面得到的，是离言说法少往次，把我们的妄想那个愚痴把它扫掉，尘界一如无多少。那么这个经这段经的这份的经文前面呢，有问这个恒河沙那么多这个世界啊就是尘沙那么多，那么尘界一如无多少，尘就是尘埃，用这个围尘做成这个世界。那么是围尘是多呢，还是那个世界多呢？尘界一如无多少，这个界整个世界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就不外就是尘很多的元素合成的，很多的元素又成一个世界，所以离开这个尘多的元素没有世界，这个世界也包含所有的尘，所以这个尘跟这个界是一个东西，并不是多的东西。所以后文呢会讲到那个一合相，后文有讲那个一合相，这个一合相这是不可说，但是凡夫之人执着此事，一就是整个世界来看就是一，是合，合起所有的尘成为一个世界的相。这个一呢就是很多尘嘛，和就是一个世界总的相，所以你没有这个世界是由种种很多的尘合成的，很多的尘合成就成为一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是围尘，围尘也就是世界，所以一合相这个呢不能分开来说，就是不可说，但是我们凡夫呢执着持事啊，一定有说多，一定有说少，离开小就没有多，离开多也不会有这个小，离开多没有一，离开这个一也没有多，所以呢尘皆一如啊无多少，身相虚空是无私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所布施的相都是空的，这段经文说我们用这个生命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来布施，
这个就是山一个像，那个布施的山体的像，或者这个布施所布施的东西的像，啊，都是空的，都是原生的，啊，都是假有的，并不是，啊，这个无为的法，都是有为的法，啊，所以它的性啊，本质是空的。那么施无施，当你布施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布施啊，并没有真的有这个东西去布施啊，里面没有一个能施的我啊，中间没有一个所施的物啊，另外呢，没有一个受我所布施的众生。因为都是空的，都是个空的性，都是原生的，都原生无我的，所以身相虚空啊，实无实。好，我们呢，十三份讲完啊，所以我们又开始讲那个离相执灭份第十四。我们把经文呢恭敬的念一遍。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是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世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这个离相执灭分的这个经文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呢就先讲那个头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这个弥勒菩萨啊，这个副大师啊，就有一首偈颂来解释他。他说：“闻经深解意啊，听闻这个《金刚经》呢，很深的，听到这里呢，深解意趣啊，他明白了，甚深微妙的法，他明白了啊，解了这个道理了，心中喜舍悲啊，心里面很欢喜，但是又悲，悲喜交集。”悲呢，就闻法恨晚，为什么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经过那么多的大劫，那么多的生死轮回，到今天我才听到，这个经呢，那是悲从中来，但是也是很欢喜，听完这个经啊，这个法喜充满，世俗烦恼障啊。他成为罗汉，这个须菩提之前呢，他没有烦恼，除了这个烦恼障，今能离所知，之前呢能够离烦恼障，今天呢更进一步，能够离所知，把这个所知障啊也把它离掉了，遍计于先了。我们说过嘛，有这个圆成时，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呢，就是真的性。有譬喻啊，说一条绳子，麻绳。圆成实呢，就是麻。它的本质，那条绳子的本体就是麻。那么把这个麻
切下来，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细的条，把它搓起来，很多的麻出起来，变成一条绳子。这绳子呢，它依它起，它并没有本来就没有一条绳子，它是依着这个麻搓成的。缘成实性，依他起性，那么就是有相。骗智执呢，就是讲你在路上晚上走路，灯光不足的情况之下呢，你看到那条绳子呢，你误以为它是一条蛇。这个蛇呢，并没有是假的。这依它起的绳子，经过你的认知的错误、执着，就你之前蛇咬过了，或者知道这个蛇是很可怕的，所以心里面呢就有杯弓蛇影了。那么就执着，由于你偏差。认知的错误，所以你晚上灯光不足，就表示一个人没有智慧。他呢，把这个错误的东西，不了解他是那个缘成实性是麻，不单止不了解他是麻，而且把他执着以为是一条蛇了，所以就越走越远啊。那个越迷越深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世出烦恼障，今能离所知，骗计于先了啊。有骗自知的性啊，也了了啊。就是说，那个须菩提啊，之前他证了阿罗汉果嘛。说他闻到是经啊，三解意趣的哭起来了，悲喜交集。所以他说这个须菩提啊，证罗汉果之前呢，他已经除掉烦恼障了，现在连这个法执也离了，就骗智执呢，先就了了，已经没有了。到现在圆成正此时啊，现在才真真正正的。明白这个缘成实质，因为之前呢都是骗自己，都是依他起这缘起性空嘛，都迷在这个依他起的东西上面，啊，离这个骗自己啊，先了这个骗自己。他讲的悟道的层次。这个骗计欲先了，就骗自己，首先了了，第一步，这个认知的错误不再有了，要再进一步明白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生嘛，换句话说，就是缘生。第二步，在第三步呢，就明白这个本体圆成实。就我们修行，先把这个骗自己，把它离开了，先不要有一个成见，说这个是好，那个是坏，这个我喜欢，那个不喜欢，心经说啊，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见到那个绳子，你以为是蛇了，所以就恐怖了。世界上呢，没有什么值得恐怖的，都是一个空的相，都是假的相。
没有什么恐怖，也没有什么值得你欢喜、喜爱的，不要执着的东西。所以，首先离开这个骗自己，再来把这个依他起的性也把它看破了。哦，原来一切都缘起性空，啊，假的。然后再明白这个缘成实性，就它本性是怎么样的啊？所以他这里呢，就说那个须菩提所证悟的三重的不同的次第啊，就闻经心解义啊，三解义。现在明听到这个经典呢、啊，三解义去了，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深深的解决明白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心里面呢，自悲自喜者悲啊，悲喜交集啊。之前呢，我已经除掉那个烦恼障，现在呢，也能够把这个所知障啊，也把它离了。头一步，骗智欲先了，就骗智执了了，没有了。现在呢，我听闻《金刚经》，听到这里呢，缘成正此时啊。就明白这个缘成实性，也就明白这个无为的法，明白这个真性佛性啊，究竟什么事一回事。速成无爱悲啊，速啊，就是过去式啊，他呢啊，得到那个无爱的慧慧啊，过去修行啊，多生多劫以来修行，所以呢能够啊得到那个无碍的智慧，方便劝人慈啊，所以呢现在呢啊有学到这个方便的法啊，让人来持诵这个《金刚经》。所以须菩提闻说是经啊，深解义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明白，但是没有明白的那么透彻。所以经过如来的一番的反复的讲来讲去，所以他深解义趣，愿解如来真实义嘛，他深深解这个道理，义的道理趣，就经这部经的宗旨那个去向，他明白了，明白《金刚经》所说的道理，也明白这个《金刚经》叫我们去向一个无为，去向那个明白那个真如实性。涕泣涕泪悲戚啊，就鼻涕啊眼泪啊都流下来了，悲很悲哀的悲喜交集的戚啊，就有泪无声啊，谓之戚啊，而不是嚎啕大哭，不是这样子啊，他悲喜交集啊，叫人戚啊。而白佛言，很感动，所以对佛说了，稀有世尊啊，很难得啊世尊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啊，佛现在说那个甚深微妙的经典，就指的不金刚经啊。我从世来所得慧眼，我从过去以来啊所得那个智慧的眼啊，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经。那么智慧眼所得慧眼呢，我们所谓有这个无眼圆明，无眼肉眼慧眼，法眼，当中有个天眼，
佛也。所谓无眼，所谓啊，肉眼肉眼爱非同，有时候据说解释那个无眼，无眼的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天眼通非爱，因为天眼呢是看那些通透的东西，不是看那些有执爱的东西。爱就是有物质，好像有个纸挡着你的眼睛面前，你都看不到前边了。那天眼不是，天眼呢？他看到用来看什么呢？用来看这个通非爱，看那个灵体的东西啊，鬼啊、神啊等等啊，不是真的有一种东西，有一种物质挡住的东西。肉眼爱非通，肉眼呢就看着有执爱的东西，有 substance。东西好像隔着山，你就看不到后面的。那么肉眼呢，一般我们说肉眼凡夫，但是呢其实真正的肉眼，你开的我们有肉眼呢是看得很差的肉眼，真正的你只要修行，通过修行开的肉眼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千里眼，千里眼呢，隔一座山也看到了，也能够看到地下有什么宝藏。但是那是宝藏啊，那是隔一座山啊。我也想要看看台湾啊，或者香港或者大陆啊，某一个亲戚、某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个体在里面的，你看到他，都能看到要修出来的。他看的是有执爱的东西，有物质的东西。法眼能观如，法眼呢？天眼呢？是天人的，
天也是天上的人，肉眼呢是爱非通，是凡夫凡人，凡人，狗啊、动物啊什么的凡，一般来说凡人吧，我们说有眼睛，狗也有眼睛，猫也有眼睛，但是肉眼呢，经过通过修行得到这个肉眼呢，是爱非通，他看到东西，好像看着地底。地下有什么宝藏啊？看到地下有什么水源，在哪里开一个井会有水出来，在那么地方挖个洞会有石油出来等等啊，都是用这个肉眼来看，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肉眼。所以我们说凡夫肉眼呢，没错，他也是凡夫，开肉眼、开天眼的人都是凡夫，但是他通过修行就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啊。法眼能观熟呢？法眼呢是菩萨的眼，菩萨能观熟，熟是熟地啊，看上这个人过去的因缘怎么样啊？用他的宿命通来看，这个人应该修什么法？为什么他身体那么多病？怎么样才能治他的病？啊，怎么样才能够了他的某一种的烦恼啊？那是菩萨的眼，是法眼能观熟，熟是熟谛。慧眼照真空，慧眼呢是罗汉的眼，他能够看到真空，看到一切东西的空的性，原生无我，缘起性空啊，他明白一切都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这是罗汉的眼。这佛的眼呢，如千日。佛的眼呢，好像一千个太阳同时在这个天上一样。我们想象一下，这无忧不照啊，什么黑暗都没有了，一个大光明帐这样子，什么都能够看，什么都能够照啊。那么它这个次序来说呢，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在古代的大德呢，便于我们记得呢，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寄颂，比较押韵：天眼通非爱，肉眼爱非通，法眼能观熟，慧眼照真空，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照一，他所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就不一样，但是能照的体，是同啊，所以。照一体还同啊，所照的东西不同，但是能照的体，这个照意啊，照意是所照的。所以这个体呀、是能照的，照一体还同。这佛的眼睛啊，好像一千个太阳这样子，他所照的东西。前面能所照的东西不一样，有是照这个通的，有照爱的，有照这个熟地，有照这个空性，但佛的什么都能照，佛眼如千日，他照的东西不同，但是能照的体呀、还是一样的。能照的体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个，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能量啊，是一样的，所以好来看这个弥勒菩萨的偈，殊成无碍慧，殊就过去修那个成啊，修这个罗汉的成啊。已经得到这个无碍的慧，无碍慧，
就慧眼照真空嘛，就慧眼无碍的慧，就是无碍的慧眼，能够知道一切都是空的，啊，凡夫看什么都是有的，看到那个妄的相的罗汉呢，看到他的本体，看到他的本质是空的，啊，原始性空的，啊，方便劝仁慈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听了《金刚经》之后呢，虽然知道它是空，但是呢，也要有一种方便呢，去劝人去啊修持那个《金刚经》的法门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啊，佛说这个经典很深的。我之前呢，虽然是证了阿罗汉的果，但是我已经开了这个智慧的眼。知道一切的空，诸法皆空，知道那个空的性，但是呢，我没有听过这样的经，啊，现在如梦初醒，啊，闻法恨晚，所以他就哭起来了，啊，世尊，他说，须菩提说，世尊啊，若复有人得闻此经，只要有人呢能够听闻这个经典呢，信心清净，信心清净呢就是没有一念的怀疑，清清净净的，啊，不着相的，不是因为他有功德，啊，所以我才信，不是因为念了《金刚经》啊就有什么好处我才信的，我真真正正的就听了这个法，我开悟了，我明白了，不是为什么的，啊，无求的。但是我相信这部经，所以信心清净，啊，因为有人信佛是有目的的，我求身体平安所以我信佛，啊，我求什么 有所求，要事业成功所以我信求佛，我信观音菩萨，啊，那不是清净，有附带的条件的，啊，有个气球来的，心心清净啊，就你讲的法，这个法是这样子，我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没有的话呢，就剩实相，啊，就能够明白这个实相，实相就是无为的法，啊，实相无相，一切都是空的相，啊，只要你有东南西北，有上下左右，就不是一了，我们常说这个无为的法是一，是常，是自主，我们要把这三个 definition 把它记住，啊，实相呢就是一，实相就是常，实相就是它是自主的，啊，这个法就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本来我们的佛性就是这样子的，实相无相，啊，不是原生的这个有为的法。那么假如他能够啊听闻这个经啊，什么杂念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实相的般若，啊，当知是人呢，啊，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人呢，啊，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他就能够成就那个第一稀有那个功德，啊，什么叫第一稀有呢？我们看看啊，嗯，这个经文这段的经文比较长，啊，我们什么叫深解意趣？深解意趣呢，就教下呢，我们说那个宗教，其实宗教现在我们把它用到那个 religious， 就有神啊，有个造物主啊，啊，有个教规 教条啊等等，我们叫宗教，其实不是，宗教是他借用这个佛教所说的宗，是宗下，宗就宗门，就禅宗，教就教下，就学经教的，教下呢就是学教的人来说叫大开圆解，
那个禅宗啊，就是说开悟，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意趣呢，就实相般若的义理，是指趣，趣就趋向，趋也就是吹，意趣。去就是出，啊，同样一个意思，趋向。这个《金刚经》讲的道理，它的归属的宗旨是什么呢？啊，他明白了意趣，就实相般若的义理跟旨趣。闻说是经，就叫闻会；深解意趣，就是思会。解缘，讲你明白的缘道理圆满的明白了，所以它的行也就圆。你了解的不圆，所解的也不圆。所以佛教的本来没有什么禅宗、净土啊、密宗什么宗什么宗的，佛教讲经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归类什么什么宗，什么宗呢？是后人后来的祖师大德把它。他专精于某一类的经典，所以他专研究这个。研究这个以后呢，他后人呢把它说为什么宗啊？这天台宗啊，那智者大师专门研究的《法华经》等，所以后来的人呢就教下就变成那个啊教宗，禅宗的参禅的啊，慢慢就成立一个禅宗。修净土的慢慢呢。啊，有净土宗等等，本来没有什么宗的，啊，什么宗什么宗呢？就偏向于你只了解那个宗，你只了解一个宗呢，它不能圆。就大开圆解或者禅宗的大彻大悟呢，它所有的法一理通百理明都明白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宗，没有什么派的。他解缘就缘解了，所以他是行一缘，他行了也就缘，念佛也出参禅，参禅也是念佛，啊，一句阿弥陀佛也就是无上的啊这个密啊这个密法，一句佛号也就是密，也就密咒，所以一理通百理明啊，就缘啊，没有偏向哪一面的。所以呢也叫这个修这个慧啊，解缘行者缘啊，这三解意趣啊，他明白了，大彻大悟了。悲涕泪悲戚啊，这大古代说啊，大事未明啊，如丧考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上考批就死了父亲母亲这样子啊，大事未明了就很伤心，很这个痛苦啊，流泪。你真的大开悟的时候啊，他有啊，好像这个须菩提这样啊，涕泪悲戚啊，我闻道恨晚啊，觉得很悲哀。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听闻这个法呢？也有这样子啊。这什么叫戚？戚就有泪无声，这谓之戚啊。涕泪就感极涕零啊啊。悲戚者，就伤我执欲之晚。为什么我这么晚才听闻这个《金刚经》呢？不早获觉悟呢？啊，不早一点觉悟，早点听了，早点觉悟不很好吗？为什么？哎，我的福报那么薄呢，那么晚才能够听到呢。那么他也是为广大无尽的众生啊，尚在迷茫之中而悲戚流泪啊。这慧眼啊，刚才说过了，这罗汉的见地啊，眼就所见的东西也可以说见地啊。肉眼为凡夫之见地，天眼是天人之见地。法眼是菩萨的见地，法眼能观熟。慧眼呢，罗汉的见到人空的道理
叫那个空，菩萨呢见到法空啊，所以那个无眼呢，有天眼的，他就也有肉眼；有慧眼的，他有天眼又肉眼。开了法眼，菩萨呢，他有慧眼，有天眼，有肉眼。佛呢，就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都有了啊。所以呢，就说，法眼是菩萨的见地，罗汉见到人空的道理。菩萨呢见到法空的道理，法空就罗汉知道诸法皆空嘛，见到一切法的差别的相。佛眼呢就是佛的见地，尽观一切，超胜一切啊。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之前呢虽然他听闻了须菩提，但是因为不解不明白，不明白呢就等于不闻等，你听了经不明白就等于没有听过一样。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方便的说法，你听了金刚经你不解并不等于不闻，因为你已经种了善根，好像阿弥陀经吧，后面有这个六方的诸佛那经里面说，假如你能够问念的阿弥陀佛，能够闻到这个六方诸佛的名字作为诸佛守护念经都能够不退，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说是这样说因为不解就与不闻等就楞严经里面讲的批评这个佛批评那个阿难的多闻无益闻了不解等于与不闻等你听了那么多佛讲的法你都听了，但听了你不明白就等于没有听到一样嘛那么这是一种的方便，一种的说法。其实来说呢闻呢不能够跟这个不闻相等的所有的大乘经典法华经也好那个现在金刚经也好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好，一闻闻到以后这经典呢的经文呢就好像金刚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等于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一个金刚的种子，金刚种子不能磨灭的所以等到哪一天这个因缘成熟了，遇到机缘的时候它就发出来了就好像六祖这样子听完一句金刚经它就开悟了我们这里说呢是说的方便的说法他之前呢须菩提闻了，因为不解所以说与不闻等，所以他说我曾于这个这个世经他三解意趣他闻到我过去虽曾所得慧眼但是未闻所说如是之经就闻道恨晚了信心清净就生实相，闻说这个经呢就是闻慧信心呢就由四慧生，你闻了以后就想一想思索一下这个道理是怎么道理所以就从这个思慧生出来，本来闻了不见得很多三信，你真的了解那个意思的思考以后参了以后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智慧就生出来了。那么这个实相呢就经过修正而得到的净信呢是观照诸法皆空而生的实信，所以净信生这诸法不生，净信的心一生出来了诸法都空了清净了，知道那个实相，相信那个实相就明白诸法皆空，所以说净信生就诸法不生，诸法不生就般若生，当你见到诸法就空的话，那你的智慧就有了，就般若的智就有了就生出来了。实相是本无生，因观照故现前，所以叫生
不是无中生有啊。从前你不明白，现在明白了，所以你智慧就生了。什么叫第一稀有功德呢？稀有啊，小乘的智慧德行呢，是为天人所稀有，天人没有这个小乘罗汉的智慧，所以在天人来说，小乘的罗汉的智慧呢是稀有的，大乘的智慧呢是小乘所稀有，小乘的罗汉他没有大乘人的智慧，所以大乘的智慧呢是小乘所稀有。第一稀有呢，是佛果的智慧，证的佛果的智慧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乘的智慧，功德什么叫功呢？功就自利而言呢，用功修行，就说他的功夫，以利他来说呢，作为与众生有功，德就是足乎己而无待诸外，之谓德。德呢，就是自觉的满足，佛性本具，通通的功德法财都有了，不需要等待外面来给你的，所以信心清净了，就知道一切都不离自心的般若实相。前文说以这七宝来布施，乃至以生命布施啊，都可以得到很多种福，所以叫福德。这里所说的功德呢，的悟后真修的成就就功德的，有这个功夫得到那个主乎己而不在诸外这个德。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前边吧。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自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我们解说过了啊。世尊，是实相者，知是非相啊。什么叫实相呢？实相就是非相啊，就空的相，就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所以啊，佛就说它叫实相。是实相者，我们还是用这个龙树菩萨那个四句偈来说啊，三四偈来说，因缘所生法，实相是由于这个虚的相是假的相，所以才名之为实相，那么也是个名称。这是非相，它也是个空的相，是名为假名。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就是个中道的意。你不执着那个假的相，也不执着那个空的相，所以就说它是实相。那么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剩下十分钟啊，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讨论。但是在没有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回向。弟子众等一心恳请三宝慈悲加倍，金刚护法、龙天、药叉神将、哀悯护持，以净光助教、慈氏摄人，弟子众等愿与无始乃至今生，以至尽未来际，父母师长、六亲眷属、怨亲债主、一切有缘之法界众生等，须能罪障消除，善根增长，所求愿满，早脱轮回，速生净土，圆成佛道，现生身心健康，无住病恼，富饶安乐，衣食丰盈，所受用物无所乏少，家庭和睦，随所要求，作诸善业，福愿破魔眷网，处离恶见愁林，正见精进，未生之恶永不令生，以生之恶速令消灭，未生之善速令升起，以生之善速令增长圆满，巨大福慧能力因缘，所作善业，所住善业，供养三宝，弘扬佛法，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乃至菩提，永无魔事，永不退转，弟子所愿如斯，愿三宝慈悲
加倍。哀怜摄受，数满所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